福布斯新的一年全球最高收入女星排行榜又如期发表了，斯嘉丽·约翰逊连续两年成为好莱坞最赚钱的女星。从2018年6月1号至2019年6月1号，她的总收入为5600万美元，约合人民币 3.97 亿。虽然斯嘉丽·约翰逊在女性收入排行榜上登顶，但和漫威系列中其他男性角色相比还略输一筹。雷神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年收入高达 5.38 亿人民币，还有钢铁侠小罗伯特·唐尼年收入也有 4.655 亿人民币。可想而知，能够参演漫威的电影就是成功了一大半。漫威确实不仅给演员带去了知名度，也帮他们创造了不可想象的收入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